黄昏一袂凉，陪你世上受创伤。感情已成重，痛入心底，待相逢。是我的苦衷，将你的痴心。在雪花中，等你回头的路上，伴阮的伤心事坚强。啊，风若对恁唱，雨会对你讲，有人在等，有人在等，用目屎等阿龙。心若为你痛，人就讲阮戆。心爱，请你原谅，请你着保重。不愿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再会，总是在梦中。啊，我来刚无上网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真正我爸母老命就断线了。你敢真正想讲我咧甲创治，跳江伫咧闪避？答应你的代志，煞做袂到，我真正是无路用。阿红，你敢要搁伫个？阿龙，敢是你？我毋是阿龙。那安尼，你是啥？你若是想要甲我创治，请马上离开。你唔通误会，我绝对唔是想要甲你创治，我干来是想要加了解一寡关于阿龙的代志。你到底是啥？是安怎要问遐尔济？我甲你讲过。我对你所讲的代志有印象，啊，不过我嘛唔知影这到底是安怎，所以我想要请你替我解开这个谜。你先跟我讲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。天主，那安尼，伊真正毋是阿龙，我真戆，阿龙已经无伫咧啊，伊哪有可能出现伫咧遮咧？你为虾米会到我的聊天室？应该是缘分。冇可能，是予你的痴情感动。我痴情，是因为阿龙用伊全部的爱来感动我。
你敢愿意把你甲阿龙的代志讲互我听？不是想要知影你的私密，我干那是想，想要对你的故事内面，会当找到我的过去。你的过去，你是安怎？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可是我怎啊无多甲你讲？因为我是去见你啊。哪会安尼嘞？我就是想要知影为虾米才会到你的聊天室，你敢愿意帮助我？我跟阿龙第一摆相拄的情形，你已经知影。那安尼，我得对第二摆的见面开始。阿宏啊，这江水清给我开嘴啊，照我的估计，伊含钟成念伊就会床脚出手啊。咱快出办事。夏丽啊，多谢董事长。董事长，顶边我提予你迄个天福路甲梅山农场的合作案，你敢批好啊？伫遮。多谢。哎呦！哦，哥，先生哟，我的胃啊，痒痒了起来，一疼。胃疼啊？那呢，我派人送去病院。免啊，一旧镜头啊，我皮包内底有，我食一粒就好啊。啊，你皮包伫倒？我袂记放伫你的车顶，啊，你帮我摕一下好无？好啊，啊，你小弟来坐啊，我随便来。感情是查某人上大的致命伤，真正一点仔拢无唔对。看起来，我爱找机会甲水清好好啊学一下。天叔，你敢伫个？那只有外国在睏，睏袂去。你嘞？我嘛是睏袂去。你伫想啥？袂用甲你讲。你要甲我讲，我嘛知影。你连甲我同款，拢伫想阿龙。你敢有想起啥？敢若有，又搁敢若无，有诶时阵，我诶头壳内面会出现一挂画面，啊，毋过煞连接袂起来。有诶时阵，都敢若一片空白。莫着急啦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想起来。我即摆唯一诶收获。多谢谢在的你，我嘛无想到，我会因为阿龙认识你这位网友。阿宏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唔知你是不是当答应我？你讲看麦啊。我希望来当见面。再会，重新再放掉。
希望来当见面。我开这个聊天室，是为着阿龙，不是为着要交朋友。天叔，真歹势。阿芳，等一下，我还有话想要跟你讲。虽然袂甲你见过面，啊，不过我却感觉着，好像就早就甲你熟识，而且佫有一寡酸酸痛痛的感觉。你有一个遐尔痴情的女朋友，但我真可惜，迄段时间遐尔凄惨。唔知是安怎呢？一看见人就感觉足讨厌。敢是地中型的？总是地中型的，奈伫我遮呢？阿公，你刚刚叫来是有啥物代志啊？阿宏，公司是毋是有参加一项兴建停车场工程的竞标？已经得标厂商。伊的标价才差咱公司的底标100,000块尔，是毋是有这个代志？是啦，我嘛感觉足奇怪，哪遐尼啊拄好？啥物叫做拄好？是有人抄咱公司的底标？袂啦，阿公，知影咱公司的底标的人嘛无几个啊，哪有人会把遐重要机密泄露出去？这个董事长是安怎做？啊！已经得标的公司已经转包另外一个助手，伊随时获得2,000,000的利润。你讲无对，知影公司得标的人无几个人，什么人有泄露出去？照规矩来讲，泄露公司的商业机密，等于是犯白道上。这件代志到底谁做的？上好赶紧自动承认，无定着道上也会将轻罚落。啊，若是去用查出来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心肝强要对嘴跳出来啊啦！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哦，做到真级别啊，无论倒上要哪查，嘛无法都查到跟咱有关的安啦。安，嘿，阿能爸爸毛胖啊，
若是去阿爸查到，迄我着死啊！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行啦，我带你哦，来去见一个人啦。你来。阿姐，阿哥。两个不是无相交叉，啊，当时变到这尔亲啊！哎呀，阿哥，这个若无嫁到高照差人群的趋势，你是哪会甲斗三工标工程啊？你哪会知影？水清啊，这款代志你哪会凊彩同别人知影的啦？你放心啦，我甲钟祥啊是同款啦，甲咱出卖啦。水清啊，这钟祥较早的歹记录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今麦奈还没到顶呢。阿哥，你奈久笑皮无买啦？敢讲随行者较早就无歹记了？你嘛不是还伊到顶？你，好啊好啊，咱大家哦都是半斤八两啦，下人哦嘛莫甲下人吐槽啦。对啦对啦，咱今麦是坐伫同一只船顶悬的，以后要合作的机会还佫真多，唔通今麦在你牛条内底搭牛母啦。安尼是真无意思。阿哥，你放心啦，你若甲随心姐跟我好好合作，我会诚心诚意祝福恁夫妻恩爱，我会保证你将来哦万年富贵。这只山猪啊，真万花拍袂惊吼，唔敢怨林叔，咱这三家放下要来讨拍。阿谁要拍谁，也唔知。林叔，阿怎？今日我是无甲你这山猪硬扳，你是唔使通听。我甲你讲，你也是查甫囝，咱后生放对。你老在了，你会保护伊啊？在做运动。阿宏，我听准讲，你袂再参加。不是我唔愿意甲你见面，实在是我今麦无遐心情，
我嘛惊讲会破坏咱单纯友谊。我了解，我袂阁再变讲你出来跟我见面，你只要继续伫个网络甲开讲。无问题，啊，不过你也答应我哦，袂用个把我的代志讲出去。 好啦，我会把你的话当作是圣旨。对啦，你拄则在做啥物运动啊？算是boxing。伊敢会晓？变更过会晓几招了。对啦，阿龙，伊敢会晓boxing？ 伊会晓袂晓，我无清楚。啊，不过伊之前捌做过。等下，我要看麦啊。伊之前是毋是做过体育老师？ 你之前是不是做过体育老师？你哪会知影？我嘛毋知影，我啥都知影。反正我就是知影。敢讲是阿龙的分配附在你的身躯？ 我等你先走，后边再跟你开讲。 天师啊，啊好，你甲载哦，有你伫咧啦，迄个若无，啊我毋知影会互山顶都搞起雾咧，无天啊吼，你看袂着我。啊，有姐啊，你毋通安尼讲啦，乌龙着啊救我的性命，我替大伯护锁啊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天师啊，你还要低温报本啦，无枉费我咧改救你啦。种听风咧讲，啊你规工拢甲电脑咧烧相，啊你是咧找资料，啊是咧玩游戏哈？无啦，我伫咧上网。 上网，安尼你毋着咧拍妹妹咯，毋是咯，龙大，啊着，我最近毋知影是安怎，大家内面闪过有即个画面，愈来愈侪啦，好亲像，我亲像是想着一寡过去的代志。哦，啊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啊即几工啊吼，你小歇睏者，啊嘛咧胡思乱想。 我确定我唔是胡思乱想，是因为你会答应我，袂用个甲我代志讲出去哦。啊，是因为虾米啊？是因为，因为我的直觉。直觉？啊，当你是一个失去记忆的人，啊，你的直觉敢无准？对，你是袂当互我出去。 我想要去外面行行的，无你靠，我了想到一挂疫情的代志。哦，安尼啊，好啊，啊你也毋是犯人啦，啊规工哦，我关踮咧厝，啊那毋是办法啦。是讲，你若想要找吼，你甲我讲一声就用。多谢龙哥。想，天师啊，卡叔你也要找吼。 我那就需要吼小改装一下咧。改装？为虾米？啊，道理吼，甲迄阿龙哦，生得足像的啦。啊，毋过最近去黄金找咧，啊，有老金好哉，安尼吼，对咱以后计划吼有妨害啦。要无安尼啦。
你若是要找吼，啊，你来找我，啊叫我好哦，好好啊，甲你哦打扮一下，啊上好哦，是莫去互认出来，安尼啦。我知。爸，啊你找我。阿强啊，啊你岁头也袂少啊啦，啊唔通啊，逐工啊浪流连啦。 啊，干还要啉烧酒跋筊啊！爸，老爸若熬吼，咱厝里的事业，你逐项代志都烦恼甲好势好势，我著做会晓人就好啊。阿伟要哪样安尼讲啊？啊，尊公恁爸骨较熬吼，啊，也毋是万能的啦，啊，有当时啊一寡代志吼，我那着吼爱少年处理啦。哦。 你即卖意思是讲有需要用在我所在就对啊。啊无好啊，我是毋是阁有需要吼，我去爸母做大姑啊是安怎？啊，你即卖是阁讲讲要倒位去？我即卖要叫你去做一件吼，真趣味阁真刺激个代志。偌趣味，偌刺激？嗯。阿爸要叫你去吼，甲阿龙做好兄弟啊。 你甲阿龙做好兄弟啊！爸，你即马是对啊，毋对啦？迄阿龙都已经死啊，你叫我去甲伊做好兄弟啊？这毋顶叫我去死！呾你是咧紧张啥啦？啊，恁爸吼拄啊剩你一支香炉香尔啦，我哪有可能叫你去死啦？来讲啦，阿龙无死啦！阿龙无死。 这边哪有可能啦？这要外口咧风声碰雨，讲阿龙哦，只有穿大死的咧，唔知是伫老金屋对一晚上人的手下了。那是假的啦，那是阿爸做下手的啦，用假枪支甲弹的啦。啊，我事先甲阿龙讲好啊啦，叫伊哦配合死，啊来磨骗大家啦。哼，爸，你这嘛是咧讲真啊，讲假，卖相骗啦。 啊，恁爸是骗你要创啥啦？啊，你想要去？我想了袂，啊，你煞袂去咧。阿龙因老爸是哦，明龙阿爹，啊，明龙敢我是换贴的啊，啊，我求伊较明的。吼，爸，你头家是歹去，你即马求伊，你敢毋加伊反倒转来家己？阿龙毋是迄款哦，阮将收无的人啦，我相信哦。 伊不但袂找我报喜，反倒转来哦，伊还过来搭死我咧。有啊，啊，既然安尼吼，你赶紧甲阿龙送转去老金铺，安尼你就大公司哪里？嘿，这无定着老金铺就欢喜哦，甲天将集团中南部伊还经营权，搞好你看，我来搭出你嘛，不一定呢。天将集团内部即马，当咧争权夺利、明争暗斗的时阵。 老金某即摆为着决定哦，要用什么人来做伊的继承人哦，还阁点啊帮帮大道咧。啊，总共伊请啦，地藏神敢请？诶，这阿龙是老金某亲内孙，地藏神即个外孙，伊是算啥？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当然是我要救阿龙的身哦，我嘛是安尼想。也毋过吼，代志吼出点啊意外啦，所以吼。 我计划吼，就系改变意外，啊什么意外？啊，到阿龙哦，要穿假死的时阵啦，啊头壳哦，讲着笑，然后受伤啦，啊什么代志吼，已经拢袂记得啦。假使我即马将伊送转来老金府，啊伊也讲话啊，天天吐吐，啊牛子去斗马鼻，啊互降落无枪的，啊那敢毋是去互雷死？ 趣味趣味，这件代志哦，真正是愈听愈趣味嘞。爸，啊你拍算咩样子？我拍算伊啊阿龙，假做阿龙，替我去甲规个天将夺过来。用阿龙，假做阿龙。 天师啊，杨大，杨哥，你看，
你看我娶什么人来？天叔啊！想要跟你竟然变无代志，我足想你的呢。你是？我是你外爹兄弟上好兄弟阿强啊！你袂记了？阿强？啊？是啊。 天叔啊，阿强哦是两个后生啊，啊恁两个较早是足好兄弟啊呢。是啊，天叔啊，敢不讲你袂记哩啊？咱自细汉啊，做伙甲大汉，做伙甲来玩过相拍，做伙泡妹妹，做伙泡网咖，你敢拢袂记哩啊？我哦，有一摆啊，咱举钓竿，要去海边钓，钓几半波啊，钓无半尾，结果咧拖几啊只鸭蛋。 叫阮阿爸，明仔臭头去，你会记哩无？你歹啊！叫阿，嗯，叫阮来变做叫阿，伊就讲像讲听无。吼，你真正要袂记啊？啊，第摆迄摆，咱没钓，拢钓无鱼，是讲咱着转去啊。结果经过人的砖头前，看到篱笆内底，足济鸭，咱着个潲啊，用个鱼线。 白倒骨啦，咱就甲拼着就有无？哎呀，就甲食这巴肚内底啊！哎，撇咧撇咧撇咧，咱以为以为以为，就拖几下只鸭蛋来啊！你又袂惊哟？我以前敢遮尔古怪，哼，这要算啥？较早咧切布树的时阵哦，我还甲变鬼变怪咧。切布树？嗯，什么是切布树啊？天叔啊！ 哇！你这摆头壳受伤，有影足严重的呢。连七步书你也袂记哩？咱较早七个好朋友结拜，甲叫做七步书，你还去是队长呢？真歹势，你讲我淡薄印象都拢无咧。你使吼，连七步书的代志你也袂记哩？啊，对了。 你也看，有无？咱这个结拜虽大，烧酒的车才几头，大家吼车甲同款来同款，敢讲你也无去啊？啊？这个有啊。嗯。呀，你也看麦，同款来同款，我无骗你吼。阿强，啊，我问你一下，这鱼钩是不是你的？鱼钩，敢那是？ 佫敢那毋是呢？拜托，你想我真足，这鱼钩到底是毋是你的？吼，啊我鱼钩才尔济，无一百粒嘛五十粒，我靠，可能去记才尔济啦。哎，啊是讲你这鱼钩对袂来？我嘛毋知对啥物时阵开始，我就家己金蝶扣底，我是看你有挂鱼钩，才顺便问你，看卖这鱼钩到底是毋是你的。真多啊！ 在你受伤进前哦，啊你甲阿强两个敢西瓜想飞，裤头拢嘛甲烧啊！啊你哦，有阿强的耳钩，这嘛真正常啊。这电脑哦，会当证明我甲阿强讲话无骗你，你讲对无？千错万错，谁会错？ 再会，重新，再放手。对了，你拄仔讲的七步书，啊，另外五个咧？哦，啊，着阿林甲阿贵啦，即摆伫大陆海南岛遐海口吼咧做生理啦。啊，阿哥啊，进前敢若车拼船，互用堵死，即摆咧定出事啦。 阿无那边无费哦，即忙着爱乖啦。阿坤咧走路啦。爸，阿你什么时阵甲拖车迄个鬼头啊？搞袂共款，阿袂共款啊？啊，到伊受伤昏迷不醒的时阵，我就甲车来。爸，你的脚就有啥物事？熬。
你叫我来，是毋是有查出着阿龙被害的线索是？电脑是线索转去，唔才要请你来甲我斗相共，找看有啥物新的线索。你讲啥物线索转去？本来我甲阿凤也是咧怀疑讲静华，因为静华知影阿龙出错地点，所以真可能伊也知凶手是啥。静华卡叔若知影凶手是啥物人，伊唔愿讲出来，除非凶手吼是至亲的人。本来我也是安尼想。所以之前我一直怀疑是忠心，原来无就是过忝的手下下手。然后后来证实情况，伊是对电脑的网络才知影讲阿龙出事的点，所以真可能伊也唔知影凶手是啥。话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也毋过就算忠心，或者是过忝下手杀死阿龙。因敢有可能会予静华知影，敢毋是咧？小雨公啊，我一直在想，想来想去，我有想着讲，敢会是你？也毋过看我讲，伊是阿龙的阿哥。过去伊做遐真唔对的代志，我原谅伊。伊应该是袂安尼，也无迄个能力来处安个事。也忠心，伊也已经将天上全部资产献我，表示伊清白，应该也无啥物怀疑才对。啊，那安尼。贵添嘞！贵添！我看伊是无迄个胆量，敢来陪我的好手，除非讲伊后边靠山。金虎兄，你这句话就是重点啊！你想看卖，假使讲这件代志，那是贵添做的。会有什么人是伊的靠山呢？喂，我是乌龙啦，老总裁。是啦，是啦，是讲哦。那一打电话，好咯好咯，欢迎欢迎。爸，啊，老金虎打电话要创啊？伊讲要来找我啦，已经来到咱厝的路中啊。伊来要找我创啥？啊！伊是毋是已经知影你甲阿龙吵起来？免紧张啦，伊根本哦还阁毋知阿龙我。可是哦，我若是药了无毋对，伊是怀疑我就是杀死阿龙的凶手，所以专工要来探我的口气。哼，爸，啊那安尼吼，老金婆一撮袂走，因为阿龙也无死啊。伊是要对抓凶手啦，对无？阿强，啊你若这尔无来安开啊，啊人都搬一撮到贵台北走到这来，咱敢会用互人白惊心？叔啊，你让我来一下，哦。天叔啊，我跟你讲，老金虎
等下就来啦。你等下吼，转为这窗仔看出去，你一定要看详细。以后你就是要嫁做伊的孙，啊，伊就是你阿公，你知无？我知。人家来啊！阿强，这都你烦恼。进前我听人讲阿龙被枪杀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啊？一个凶手真残忍，伊不但枪杀阿龙，伊又搁将阿龙被枪杀的相片寄来给我。啊，这凶手抓到无？啊，是甚么人啊？我哪有抓到？我哪会来找你？我今仔日专工来找你，就是想讲要踮你遮看会当找到甚么线索。是讲阿龙发生代志，迄是伫台南，啊，这是台中咧。啊，你要找线索，应该去台北找，啊，若找到位，我才来。你别问我，阿龙，你即摆讲一句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，那变成是你问我咧。我坦白甲你讲，台北迄方面。是几年来战争有甲我结怨，有可能会杀害阿龙的人，我拢已经调查过。即马除了你以外，我想无，想无要有啥物人要取阿龙的性命。那安尼讲起来，你毋着怀疑我是杀死阿龙的凶手？你甲你讲，我无讲一句。无证无据，讲我是杀死阿龙的凶手，你安尼敢袂心会超袂啊？无良，我唯一一个内孙，予人做掉去，这对我一个七十岁老岁人来讲，是毋是超过？如果你若我知影讲阿龙是你做，我的动作会比即马搁较超过。你走来到这甲我抢，无非你就住伫拍天街，别人就住伫麻糍巷心。乌龙啊，你莫生气。金虎兄吼，是因为失去着阿龙，受过艰苦啦。对凶手是满腹的愤恨无底头，讲话较重，你就莫甲伊计较啦。陈爸大，那你嘛知影？明华过去是跟我外跳兄弟的，伊啊时势发生种代志，敢讲我袂艰苦去？老总裁有开无底套，哼，还我嘞？我这开是要找谁套？乌龙啊，地道阳公，你是明龙的好兄弟，看起来金虎兄嘛是你的师大，照讲。你应该爱想办法来帮助伊，来替阿龙报仇才对。哪会为着一两句话，咧甲伊拼命干？陈霸大哦，够不丢你。总裁，这边敢因为我关心着阿龙的代志，较不准，所以讲话哦口气较歹，你多阿回一下。莫生气哈，我冇时间。来，咱斗阵对一杯。好，来，我敬你。上拄只听你咧讲，
你调查无凶手，这样代志哦，我感觉足奇怪。你伫社会安尼伫走跳，有啥较有可能是真正凶手？敢讲你查袂出来？较早阿龙是伫做老师，入来我的天将了，伊专心做生意，伊无咧插社会代。我实在想无，伊有去得罪什么人？有什么人要治伊的性命？自杀的人，嘛无一定讲伊本身有去得罪人。有当时啊，因为杀伊的人，嘛是要得到利益，才会去杀人。你讲对无？你即马讲一句意思，莫非你有啥物线索性？我是无啥物线索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吼唔通甲查讲过去甲你有结怨的人啦。你想我清楚，这杀人的原因吼有真侪种啦。有的人是为着要抢人的钱才去杀人啦，啊有的人吼是半路的，啊无缘无故，啊去予迄飙车族的人爱杀死。啊防杀的人应该事先伊嘛唔知讲又去得罪着这凶手啊，你讲对吗？相会错。